you can block it. So then I step back and I hammer it over her head. 不能往右，不能往左，那我就退后，往上。 了解吗？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哈。旁边的老师啊，手要举高啊，我会丢到那里去了哈。好，谢谢。对，今天有成功哈，而且 Teacher Daniel 他平常就有参加一些这个杯盘的比赛，好，他12月份还要会参加在高雄的一场比赛。我们12月是在逢甲大学，所以12月14、15号有空的话，你可以去逢甲大学看我们比赛，有没有？啊，有空的话，有空的话，好，我很想邀请你们。 一起参加我们的练习，可是我们练习都是礼拜三晚上9点到11点，因为我们都要上班，所以我们只有那个时间可以练习。所以如果你看我礼拜四都是有点奇怪的走路，是因为我前一个晚上训练杯盘的，有一点那个肌肉酸的哈。And one more time, if we want to review very quickly, first one, ready, backhand. Should I throw it back there? 要不要丢？好。我们来 ready backhand. Ready. 好。这个 ready forehand. Ready. And that's one ready hammer. 最好玩是比赛的时候，你看人丢 hammer。 全场都是 hammer， 所以他跑得很快。Go ready hammer！ 英语的生活日活动哈，今天在升旗过后会发学习单到各班去。那4、5、6年级拿到的学习单颜色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的摸奖箱是放在。